那个分区表类型，各位，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讲这些地分区表啊？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百度搜一下 Windows 2008的GPT分区表知识，但是配起来不太方便，因为咱们的这个盗版的内容导致的，好多东西都不能生效啊，你们试一下。在 Linux 当中，我们后面会讲GPT分区表的管理，好吧？然后呢，MDR分区的限制是不都讲过了？啊，没问题吧？都讲过了吧？然后格式化的作用是不是也讲了？ 然后呢，文件系统的区别是不是都讲了？啊，好了，基本分区我们讲到这里就 OK 了。我们之前是不是都已经学过了？也就是这里，点击管理之后，我这里是不是都已经打开了？资料管理吧 ，OK， 好吧，好，这里它是不是默认分了两个分区？啊？ 那各位，这种东西是不是叫做基本分区管理，对吧？那好，我们接下来学习动态分区管理。动态分区，各位，之前讲 Linux 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讲过啊？我们的基本分区不支持不损害数据的这个硬盘空间大调整，明白？那动态分区是 Windows 当中的高级分区方式，它是不是才支持它的动态调整 ？OK， 那好，首先。 我们重点学的东西是原理 ，OK， 概念性的东西其实更加重要。 Windows 的好处是配起来比较简单啊。各位，要想在 Windows 当中配，我还要干嘛？我需要先把讯息停掉，然后呢，设置，添加。 我要再添两块硬盘，40个G吧，再添加一块。OK， 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这种动态磁盘管理，它需要多硬盘才能生效。OK， 那首先啊，各位，动态磁盘和这个。 它要比我们的基本分区是要复杂的多啊，这才是我们服务器上使用的可能更常见的一种硬盘的存储方式。OK， 那好，首先我们说基本磁盘到动态磁盘转换，首先你的启动需要完成啊，刚才操作系统的启动需要完成。OK， 啊，然后呢，基本磁盘的分区会转为简单帧，待会来讲啊。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简单帧 ，OK， 那么必须关闭磁盘上运行的所有程序，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的 ，OK， 好了，转换方法很简单，看，这里小心啊，它单击的位置不是这儿，而是这儿，看到了啊？它默认是什么？基本的吧？右键单击，然后有什么？转成动态磁盘，看到了我们说什么？啊？讲完之后，然后呢？ 它就会变成了这个动态磁盘，变成动态磁盘。好，动态磁盘可以退回到基本分区，但是里面的数据会丢掉，里面的卷，它这里说的卷，我们待会儿再来讲，好吧？其实，待会儿再说，我们先看一下试一下，完了。 多少？德，哎，对，M I，啊，对，大写先打开了，哎，D M I，L M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操，还要改一下，改啥呀？不知道这个叫啥字儿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用这个密码，哎，真惨了。那个也不好用。 那个输起来可不方便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改一下。哎哎哎哎哎，功能，在哪？配置。
改一个密码，123QWZ 试试的123。OK， 别忘了啊，123QWZ 是不是123？好，那我们来管理存储管理，现在是不是有？啊，它是需要把这个硬盘去加入我的系统才可以啊。啊，那么这里不要用 GPT 将来这个不生效，它要做一些其他配置，很麻烦的。OK， 那我们还是谁 ？NBR。OK， 加进来之后看，我现在是不是有3块硬盘了？啊，那怎么转换呢？很简单，右键转为动态磁盘，看到了？然后把3块磁盘全部都转成，然后转换。真的吗？是，我以后不再使用机械磁盘，对吧？动态磁盘肯定更先进，没问题。但是你小心，我最起码我在我之前的温习版本里试过，转成动态磁盘之后，一重启就用完，不重启什么都正常，一重启就用完。后来查是盗版的原因。OK， 你们的系统能不能用我不确定，因为咱们的装的软件装的这个版本是不一样啊。你们愿意可以拿你的真实机去试，它的最大的好处是。可以动态调整大小，听懂了？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，OK， 崩溃了就别来找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听懂了？好了，那这就是动态磁盘，你创建快照了吗？没有啊，这怎么办？得了，都已经改了，那崩溃了再重考吧。好了，现在是不是变成动态磁盘了？非常简单，有没有问题？改为动态磁盘 ，OK。其次呢？动态磁盘转完之后，它首先变的东西叫做简单卷。各位，首先说，卷还不是分区，你可以把卷理解为它的存储的基本的单位。什么意思？这里我不知道能看清吗？能看清吗？能看清，瞧瞧。可以吗？能看清吗？啊？能看清？啊？啥意思？看，这是地盘。哇，操！你看看，是吧？啊，是。这个每一个就是一个简单卷，你可以理解为它把硬盘先分成一个一个存储空间，先存储一个，把它当成数据块就可以，只是它不要。你可以自定义的吧，7个逻辑、9个逻辑，看到了？然后呢，它允许看这两个简单卷组成了 D 盘，而这两个简单卷组成了 E 盘，能看懂我的顺吗？啊，好处是什么？它是没有必要组成一块团的数据，是不是都必须从这个紧挨着的这个地方组成？啊，你完全可以干嘛？在一块硬盘里面，是不是随时隔出来一块空间，然后加在这个盘？能不能？那我问你，它原先的数据还在吗？在吧。但是去看硬盘的时候，它会干嘛？去看硬盘的时候，它会干嘛？数据量是不是会增长？啊？是不是就是我说了，不损害它里面的原有数据，然后是增加里面的空间？能不能？啊？能不能？各位，简单卷的最大的好处是，是不是可以动态调整大小了？啊？那我们拿这里举个例子，好不好？好吧，第一盘盘先不理它，啊，拉不过来了，啊，这里，右键，新建简单卷 ，OK， 能看明白？然后，给我的简单卷先分一个，比如说是，就说是8000，8个 G， 哎，什么键盘？哎，八个 G， 可不可以？给他给个盘符 S 盘，可不可以？然后确定，快速的说。那现在看啊，我现在就隔出来了一个 S 盘，能看到？看到啊？然后呢，我完全可以再干嘛？新建一个，比如说再来8个 G。OK，
然后呢，不给他给 F 盘，干嘛？给他干嘛？G 盘，分一个新盘。这两个盘是不是都组成了简单卷？然后两个分区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可以干嘛？看右键点击现有盘，然后呢扩展，能不能？我要干嘛？给他，他现在是不是这里磁盘机里面是不是还有？就用磁盘机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么多可用空间？啊，那给他再扩8个G，看到了我在说什么？能看到吗？这个盘，然后两个 F 盘是不是组成一个 F 盘？啊？那么 F 盘的大小是多大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。F 盘的大小是不是2个8G，16G？能看到啊？它是不损害数据的情况下，是不是可以往上干嘛？增加盘，而且不需要什么它的用流水列举的数据化，它要远比我们基本分区是要灵活多。能看到吗？那这是简单卷最大的好处，但是简单卷的问题是，它只能干嘛？在一块金盘里划分简单卷，OK？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动态的干嘛？增加删除数据，OK？但是小心啊，当我去减少这个卷的时候，看压缩卷的时候，你不能让它小于现有数据。明白我说什么？因为它里边，比如说现在16个G，我里边存了10个G 的数据，超过了一块 U 盘的，对了，一块分区的一个大小吧，一块这个卷的大小，应该叫卷，OK？那这个时候你不能把整个8个G都缩小，否则数据就会丢失，OK？因为里面是已经存了，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扩，很少去缩，因为我们只会出现不够大。那不够大怎么办？有个简单卷，是不是一块一块只要够大就往里加就行了？啊？但是它的用途还是比较有限的，为什么？它是不是只能在一个磁盘当中使用？OK？啊？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把一个磁盘全部空间都会占满？啊？那不会吧？那是个我们一般想到的事情是什么？买一块新的硬盘，然后把它加进去，明白？那这个时候就不能用简单卷了，而要用什么？跨区卷。跨区卷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？我的硬盘不够了吧？啊，我可以干嘛？加一块硬盘，然后看这是这分区，OK？它的这分区的新的卷是在这里，它可以不在一块硬盘当中。那这个是不是要比简单卷灵活多了？所以一般不会使用简单卷，而使用什么？而使用的是谁？跨区卷。那怎么做呢？各位，我们干嘛？我们就必须要干嘛了？哎呀，我看好像是不能改的，我们只能干嘛？删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删了吧。这个就比较麻烦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就不行了。那这个东西，它因为是我们没有转的动态的时候，C 盘是不是已经装好了？所以里边是不是已经是简单卷了？那这怎么办？我想想，添加进项压缩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选了，对吧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选了，只有删除属性。那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通过专门的工具了，咱们这里面自带的是不行。OK，最起码 C 盘里面是不是有系统？我不可能把它删了吧，对吧？那现在 D 盘可以删掉，里面现在是不是空的，没有东西？OK，然后以后再新建，我全都变成什么？跨区卷，我把整个硬盘全部变成跨区卷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然后呢，加起来三块盘剩余的空间现在还有多少？19个G 吧，啊？怎么这么点？啊，对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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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是只有19个G 可以用，原因？这一半儿第一块磁盘现在是不是还有19个G 啊？好，往上加，能加吗？加不了了，因为。跨区卷它需要干嘛？
哎，不应该是非要降的。我们先试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先一个一个加，把它变成什么？快矩阵，整个就变成，好吧？跨区必须要加进来的话，那我试一下。必须要一样大吗？不应该。哦，整个是不是全部都加进来了？看到了，整个是不是硬盘全部加进来了？而不是那个只有19个 G。OK，那我可以干嘛？压缩吧？啊？我把它干嘛？缩小，比如说缩成8个 G。这块儿再缩，跨区件是不是要比它灵活的多了？比如说我从这里新建吧，好吧，新建一个跨区件，然后呢，我把磁盘二加进来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不可以？然后呢，每块磁盘当中，我从它当中选出8个 G，8000吧，没错吧？然后 D 盘，哥说。好了，哎，下面这个是不是全加进来了？哎，啊，我晕了，我知道了，得了，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，我晕了，再来一遍，来，新建跨区件，然后把两块盘是不是都加进来？第一块盘用8个 G，看到了？第二盘呢，用6个 G，看到了？看到了？在这里是不是可以选啊？刚刚在那晕了，说走只有一个地方能选，没想到这块也能选，有点晕了。然后呢，再一步，再一步，呀，没事，稍微慢点。